雅歌第六章，你这女中极美丽的啊，你的爱人往哪里去了？你的爱人转向何处去了？好让我们同你一起去寻找。我的爱人到自己的花园，到香花葵去了，好在花园中牧羊，采摘百合花。我属于我的爱人，我的爱人属于我，他在百合花间牧放他的羊群。我的爱卿，你美丽有如提尔泽，可爱有如耶路撒冷，庄严有如齐整的军旅。转过你的眼去，不要看我，因为你的眼使我迷乱。你的头发犹如由基纳亚德山下来的一群山羊，你的牙齿像一群浴后上来的母绵羊，都怀有双胎，没有不生育的。你隐在面纱后的两颊，有如分裂两半的石榴。皇后六十，嫔妃八十，少女无数。但是我的鸽子，我的猿人，只有一个。她是他母亲的独生女，她是生养他者的爱女。少女见了她，都称她有福，皇后与嫔妃也都赞扬她。那上升如晨曦，美丽似月亮，光耀若太阳，庄严如齐整军旅的是谁？我下到核桃园中，要欣赏谷中的新绿，看看葡萄树是否发了芽，石榴树是否开了花。不知不觉，我的热诚催促我登上了我民主上的御驾，